你知道谁才是王者荣耀里最正能量的主播吗？就在几天前，一场大雨牵动了亿万同胞们的心弦。暴雨、洪水、受困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，全国上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驰援河南。而身为主播的张大仙也在第一时间出手相援，先是以个人名义向灾区捐款100万元，而后由大仙组建的 XYG 战队也紧随其后，再次人捐100万元，两次相加不多不少，正好200万元。对此，张大仙却表示，做善事不能抠搜，只为了尽自己一份绵薄的力量。然而，如此绵薄的力量早已不是第一次。在去年疫情期间，大仙同样慷慨解囊，向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了大量口罩、防护服等近100万元的物资。一面是规劝小朋友不要刷礼物，另一面则是无畏抠搜，慷慨解囊。然后他问我这边需要什么，我说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没必要。张大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主播界中正能量的典范，这样的大仙还有什么理由不爱呢？